四号选手王子阳代表新竹县，骑乘马匹 El Martino， 请进场。五号林真纪代表新北市，请准备。现在的新竹县王子阳店的是很不简单的，我看他来第一次参加，越来越好，就变成今天的嘛。他的宣传在展演现场也相当的，但是他很努力学习，好像自己带着羽毛笔到拜师学。谁说叫我这样走的？为什么不能那样走？啊，这些都是不断的沟通协调，就好像人与人的沟通，其实也是不断的沟通协调，他理解、愿意。对啊，我说刚刚朵还讲的这些也是一样，这些人跟马之间都要透过不断的沟通协调，让马也愿意，对不对？教育他懂，他理解，他愿意这么做，要不然他凭什么？会打算按上按下五毛，按上五毛，非常危险。那马看不到，上面没有人。按下五毛，就是选手是感觉下面没有，是很自然的。你打的最好是这样，这决定在其实。这并不是。天气，而且这个风也微风也太大，难进现场。对，准备更好。这个是最适合展赛事的季节。每一个其实，在国外，各位介绍一下，在荷兰的时候待的场地是一个星期是四场。一个星期四场比赛，不是，每天大概有200匹，
在跑步做这个低投资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跑步，他并没有这么充足，或者是只是动作上面也许没有完全，对节奏上面。对，就去对，就不简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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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问题。所以不容易，你看看，在比较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比较少，你看他跟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。这些东西也许不用不够直，也许马不够不够清楚他的意思，然后像这几个地方要换脚的时候，马也不够清楚，但他们之间呢都尽量去为对方。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些细节就是说他跟马没有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机会，透过像这样赛事，他自己在调整上面，如果又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就应该找一些更有经验的教练来协助他才行。所以说，他做半比赛的参赛，比赛是第一个最好的训练，比赛之中才可以发现到缺点，有缺点之后才可以慢慢的再请教。五号。